三只，有一只小只的，有一只。地瓜吗？还是应该是地瓜，因为它看有一点，而且是很大块的那一种，对对，所以要吃很久。对，好认真的吃啊。嗯，现在应该是全家最认真的孩子。对，对，大家都休息的太。李小哥怎么定格都不动？悠悠，你要吃饼干，坐上去吃。悠悠，坐上去吃。饼干先给我。饼干。可以吗？我们先那个，那先盖起来。吃没吃饱？太难得了。我来了，来看看儿子到底在找什么呀？找什么好吃的？哎，它好像……